然后选择全部控制灯哈，就可以开关。等一下，然后选颜色，红、绿、蓝。嗯，单独选一个灯。选择控制灯一，灯一是这个，关掉，打开，红、绿、蓝。那这个比较明显，红、绿、蓝。操作灯啊，模式，心跳，绿色，那个彩虹呼吸哈，还有个律动。操作灯二，灯二操作。关、开、红、绿、蓝，还有色温，刚刚有色温，冷色、暖色、暗、亮、月光色、烛光色。纯白，你在拉动整个选择灯的那个，可以多选灯吗？给我提示啊，灯八，选择灯八。哦，关、开、红、绿、蓝，色温控制。纯白、月光、烛光、夕阳、暖色、完成。然后其他界面演示一下。其他音乐控制 ，EQ 加，哇，铁岭。低音加强，高音加强，低音减小，音量控制，音量小，音量加。电池，开电池灯，打开时间，六点十一打开，6:12关闭。定时闹钟，这是定时开关灯的哈，还有定时打开音乐哈。定时打开音乐，6:58，15分打开音乐。打开音乐是播放 T 卡，不是播放蓝牙的，所以要带 T 卡的按着它。还有闹钟一、闹钟二，没其他功能了吧？还有，但是没有了，基本 OK 了。然后完整的拍一个界面，可以控制很多灯哈。界面可以在上面。这个 OK。